好。哎呦，张力扬真的耶，今天真的特别来这边帮凯乐站台，太感动了啦。好，条件立牌，我们等一下会先让他抽掉，让两个人先单拍一下下，好，好 ，OK 吗？来，左手边麻烦力扬跟凯乐先看一下，在左手边那位在摇手的摄影大哥，好，然后正前方再请两位看一下下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板子先拿掉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板子先移动。那麻烦这个力扬嘉宾跟凯乐，我们两位先合照一下。来来来，啊，有这种就是郎才女貌的画面啊，各位，好看养眼，男的帅，女的美。好，一样呢，请两位就右手方，继续的慢慢视线转向正前方。来，正前方看一下下，然后在左手边。张力扬真的吼，这个戏剧很繁忙之余呢，今天也特别来这边帮凯乐泡泡糖的音乐 EP 来好好的加油一下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来麦克风交给两位。嗨，力扬你好。谢谢你来，不好意思。我很想来。谢谢。所以大家一定很好奇说，哎，凯乐跟张力扬两个人是怎么样认识的？我们就是他来上娱乐百分百的时候认识的，对，上节目认识，所以在眼中，比如说在凯乐的眼中，觉得张力扬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工作上面很认真、很专业，然后私底下又很贴心的人，对。而且他那时候他就虽然他工作很忙，可是他超级有义气，他就帮我拍那个吹泡泡自拍照，超感人的，真的哦，谢谢你，发文力挺，特别去买了那个泡那个泡泡，背了一口香水。然后我发现不好，真的不好吹。是不是？然后我后来觉得，就是吹出来的泡泡太小，所以我觉得算了，我还是用一个贴图盖住。就是非常用心，很感动。所以张力扬经过练习之后，发现自己不太会吹泡泡。对。对。但是你会帮女友吹头发吗？有，我有帮女友吹过头发。好浪漫，应该还算贴心。那会剥虾子吗？有，我是剥虾出名的。哇塞！剥虾派的吼，有这个排行榜是不是？真的耶！所以他有没有肩膀？凯乐，你觉得？我有两个。有，他有肩膀。真的。